来看这题，他说求个方程式 x 怎么算？来，像这种题目一样哈，你不可能直接爆开，所以说你少出规则来。你看这边，这 x 呢加 3x，x 呢加 3x 有没有一样？有吧？所以说把这 x 呢加 3x 的地方叫做 a， 好不好？那你这时候仔细观察一下，这 3x 呢加 9x 其实是 x 呢加 3x 几倍？三倍。所以说把这边写成 3a， 这样行不行？所以说整个方程式可以写成 a 加1乘上 a 加2，后面呢加上 3a 再减掉8等于几？ 0， 这样就好了。之后把它乘开来，好不好？乘开变几？ a 平方加上 6a 减掉16等于几？ 0， 对吧？乘开是 a 平方嘛，加 3a 加 3s 加 6a， 2减掉18是几？负16。啊，抓起来因式分解， a 加8乘上 a 减2等于0，所以算出来 a 是几？负8或是几？ 2。 算出来 a 不要太高兴，为什么？因为 a 是谁化身？ h 平方加 3s 加 3， 所以第一种情况 h 平方加 3s 加3等于几？负8，这样行不行？可不可以？可以哈。还有第二种情况，好不好 ？x 平方加 3s 加 x 平方加 3s 会等于几？ 2， 行不行？所以吧 ，OK。所以说这时候这两种情况 ，OK。好，把这边 2， 把这边负8移过去，所以 x 平方加 3s 加8等于几？ 0。 告诉我，这时候可以因式分解吗？不行，所以说用公式解。ax 是几 ？2a 分之负 b 加减根号平方九减几 ？4ac 对吧？哈，四乘八，三十二。所以说算出来 ax 是二分之负三加减根号多少？九减三十二是负几？二十三。所以说二十三 i 是不是就好了？可不可以？可以哈。再这也是一样，把移过去 ，x 平方加 3s 减二等于零。对吧？用公式解 x 是几 ？2a 分之负 b 加减根号 b 平方3平方9减几 ？4ac 4乘1乘负2减掉负8加8，所以算出来 s 是 2分之负3加减根号17，这样可不可以？可以哈。OK， 麻烦你把这边看一下。